我叫阿 Min， 我嚟自中國廣州，我係2011年嚟到芝加哥嘅。我嚟芝加哥嘅目標就係即係家庭團聚，因為我父母同埋其他姊妹啲家庭都喺曬芝加哥，同埋同時我亦都想我個細路仔嚟俾佢受到更加好嘅教育。咁由於初出嚟嗰陣時我個本身嘅基礎英文好差，咁生活上遇到有好多唔方便嘅地方。咁後來聽人哋介紹話培德中心有一個好好嘅英文免費嘅 program， 咁我就過嚟諗住試下，點知就覺得真係非常之好。經過咗呢幾年嘅喺呢度學英文，咁多老師嘅熱心教導下，咁我而家覺得自己有咗比較大嘅進步。咁而家基本上可以應付一啲簡單嘅英文會話同埋一啲日常嘅生活所需。咁由於新冠疫情開始啦，咁舊年三月份開始，咁就轉為網上學習。初我都有啲擔心嘅效果，唔知好唔好，或者我自己適唔適應。但係經過咗呢一年嚟大家嘅配合，咁覺得效果非常之好。如果我有機會咧，我會介紹我身邊嗰啲親戚朋友，如果佢哋係想學英文，特別啲新移民，因為嚟到培德中心，除咗學習英文，同樣可以學習到好多美國嘅知識啊、文化等等各方面，同埋好多其他嘢，佢哋會幫助我哋。多謝曬培德中心。